来没打算对你下手，你还是一次又一次来找我。就算你嘴上说不信，可行动上却还在怀疑我。可我不在乎，普通人怎么可能理解我的想法？所以呢，您认为我是魔鬼吗？4年前，我第一次去了那家密室，之后许寒幽就不止一次出现在我梦里，我怎么都摆脱不了他。他是个魔鬼。就算我在你面前展现出来，你最后也只能选择忘记。什么声音？其实许寒幽的密室设计真的很厉害，也不可能凭空变出这种密室将人困住吧。